想知道我的头发为什么会这么的柔顺吗？其实我每天护发的秘密就是这两罐，它总共有两款可以做选择，一个是粉红甜心，一个是小苍兰。测试看看它到底油不油，你们看我刚刚擦那么多，它一点都不油腻哦。这瓶呢是免冲洗的护发油，所以呢就算你头发是干的也可以用。想要增加路上的回眸率吗？就是用这两罐啦，超香的，而且味道真的很持久。这两瓶呢是我最爱用的护发油，推荐给大家。